牛奶过期了。面包发霉了，东西倒是不少，但全都不能吃，就让我这可怜的人命断天涯吧。来电了。你怎么下楼来了？我吃饱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晚安。你是不是该收拾一下家里了？都很少在家，明天就叫阿姨来。这些垃圾多留一天，你的病可能就会加重一些。啊？就在这一刻。静静地看着他，看他帮我收拾衣物，清扫地板，整理被褥，他就这样自然地踏入我的生活，我却从他做这些细碎家务的动作中看出了一丝温暖，时钟一分一秒地走着，我竟希望他变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。